七点多，去看到是这么明亮，我就开始上班的时候，今天这还写了个白条。那我就说明说，你多点天嘛，好。哎呦，这条路，在哪里里面？已经去的，去去十年嘛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我们住在去年的哈，肯定感觉是最新的。这些年，其他地方是有这个物流系统，啊，第一块也有，这个，剩下滴滴啊，你们还有物流，啊，偏向偏向买手机，然后物流交易啊，什么都升级的，其他这些包括的，什么都，啊，他们都干做大。好古怪咯，这个物流五十年了，这个路，这些这个路干起忙起来。然后嘛，有的拉屎，然后嘛，拉不了就都弄不开，然后嘛，拉不了，真的拉不了，毕竟这个年纪了，没办法。后头嘞，不忙活就干脆，然后嘛，连奶吃，天天回家都忙死。那路太近了，你阿西的，然后嘛，连西的，然后也有问题了，对吧？他说，这条路的，这西的路没啥嘛。你等下买的货吧，国家市场啊，你去吧。你要路上两毛多几钱，你也没得毛病，随便他来就去吧。西瓜叶的把我们都把它看成他来就去。然后哪里的物，就说哪里的物嘛，比如说是吧，西瓜叶出来，比别他们干嘛，就是说，但是别的都是按的，人家也瓜果的，都是这么的，有哪里的到。拉住了，等路出啊，带上今天一下，这个不下去，下载了很多，带上去，然后路出完就干不了了，你这下子，这个他就干嘛，路上少很多。